福岛核电厂核子事故发生至今超过十年，针对福岛第一核电厂在311核灾后持续产生的寒川核废水，日本政府日前拍板定案，决定两年后开始将废水稀释后排入海中。不止邻国台湾、南韩、中国反对，就连当地渔民也表达强烈抗议。日本政府的이번결정은절대로용납할수없는조치입니다강한유감을표하며우리국민의안전을최우선원칙으로하여필요한모든조치를다해나가겠습니다反対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重ねて政府に対して申し上げてきた。日本将含有超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水，透过净化装置去除川以外多数辐射物质，最后变成核废水。然而，这些污染水每天以140公吨的速度持续增加，核电厂腹地内的储水槽数量已逼近极限，预料2022年秋天就将全满。因此，日本考量科学分析及海外惯例后做出这个决定，而此决定也获得美国以及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背书。トリチウムの濃度を国内の規制基準の40分の1、WHO の定める飲料水の基準の7分の1まで低下させます。Our cooperation and our presence will help build confidence in Japan and beyond that the water disposal is carried out without an adverse impact.On huma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Controlled water discharges into the sea are routinely used by operational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the world and in the region.虽然专家表示川只有在极大量情况下才会危害人体，但日本当地渔民忧心，十年来他们努力说服消费者相信福岛海鲜安全无虞，但核废水一排放，这些努力恐将功亏一篑。中央社综合报道。